金门陶瓷厂新建的马赛克制造工厂，耗费新台币700万元，占地1200平方公尺，设备有磨料等12种机器跟瓦斯快速窑4座，年产量达到100万台。今后对金门的卫生建材的需要，不但可以自给自足，还可以外销。连日来，金门陶瓷厂全体员工在哀悼总统蒋公逝世声中，大家一致决心擦干眼泪，化悲痛为力量，严守自己的工作岗位，奋发自立，增产报国。